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成员 Gary 上个礼拜二宣布退出节目，就日情侣就咁冇啦。在万圣节进行最后一次录影，成员池锡珍在网上面公开同 Gary 的合照，话由朝早开始就觉得好奇怪，唔敢相信同 Gary 最后一次录制节目啊！偏偏又是阴天，心情好郁闷，粉丝们都有专程去探班 ，Gary 都好大方同佢哋合照啊！